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弟子规》，我们来看“入则孝”这一章。冬则温，夏则静。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啊，在字面上解呢，就是子女对父母啊，要时时关心啊，处处留意。那么在冬天呢，要给父母啊温暖床被，好让父母啊晚间休息的时候啊比较暖和。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那么儿女啊应该给父母呢扇扇凉啊，让父母啊也能够啊这个舒舒服服的啊休息。那么这些行为啊虽然都是小事，但是处处啊都表现出一个孝子的那种纯孝之心，对父母的爱护，对父母的关怀，久久能养成了习惯了，这个心地啊就变得非常的善良了啊。那么当这个心纯善的心呢、养成以后，他不管做什么事啊，待人处事皆物啊，那么都有啊那种温良恭俭让的态度啊。他做事都是啊为人着想，而不是啊为自己求名求利啊。那么这种人也就啊自然得到大家的尊敬爱戴，他离圣贤呢、也就不远了。在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黄香温席的这个故事，这是在东汉年间呢，有一个孩子叫做黄香。那黄香呢，九岁的时候啊，他母亲就病故了，只有啊他父亲呢跟他在一起。那么他深深呢懂得孝道。那么黄香啊每天呢都思念自己过世的母亲，非常的哀痛。那么把自己的这种哀痛的心呢、都转成对父亲的孝顺。所以在家里啊事情无论大小他都主动去做。虽然年纪很小啊，但是呢他服侍起父亲呢却是无微不至。在盛暑天气酷热的时候，那么这个黄香啊一吃完晚饭呢就会呀在这个父亲的屋里里面呢在这个床边呢为
这个习子啊，善良啊。那么当他的父亲呢要入睡的时候，黄香呢就给他父亲呢扇扇子，那么左手扇完又右手扇啊，那么一直扇到啊他的父亲入睡了之后啊，这时候黄香的双手啊都已经啊又酸又累了啊，但是呢这个黄香啊日复一日啊为他父亲这么做。那么到了冬天，在北方啊下雪严寒，那么黄香呢在吃过晚饭以后啊就早早的钻到了父亲的被窝里面，用自己的体温呢、把这个被褥啊都温暖了，然后呢再请他父亲呢入被窝，这样也是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呢、乡里的人都非常赞叹呢、这一位孝子。后来等他长大以后啊，他的这个孝行也全传遍了这个华夏大地。那么当时的太守啊听说有这样一位孝子啊，也非常的赞美呀、特别推荐黄香出来做官啊，古人叫举孝廉啊，做官的人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啊，就是为国家推荐栋梁之才。那么推荐人才的两个标准，一个叫做孝，一个叫做廉。一个人能够孝顺父母啊，他一定会忠诚于国家啊，他能够廉洁，他就不会贪污，他能够奉公守法，他能够啊做官做到刚正廉明。所以太守把黄香推许出来，后来黄香啊官做到了尚书令，他做官的时候啊处处都是为啊民众着想啊。那么因此啊黄香温习这个故事啊流传一千古啊，弟子规冬则温啊夏则静啊，就是黄香这个孝行最好的写照。那么我们现代人呢、要学习这一句啊，不是说啊也学着黄香啊那么机械的去做啊。那么现在我们有这个科技设备啊，如果是夏天炎热，那我们呢能够出钱呢、为父母购买一台空调机啊。那么当晚上炎热啊，我们先把卧室里的空调打开啊，把这个气温呢给降下来以后，当父母要休息的时候呢，我们呢要把它关上啊，因为呢空调机呀、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着啊，这样子的话呢保全呢人的阳气不散啊，这是一种啊生理卫生。那么所以我们要学习夏则静啊，也要有懂得科学啊。那么冬天特别是北方啊天气寒冷，我们可以给父母啊添置一台啊暖气机啊，让父母呢也能够睡个安稳觉。所以
不管是怎么个做，它的原理原则我们都要知道，就是要处处体贴关怀父母。老人家啊，年纪大了的话，我们也要常常想到啊，如何能够让老人过上幸福美满的晚年。像我们的师长，他就提到建立老人乐园的这个建议。这老人乐园就是我们一般说老人院，但是呢跟老人院呢有不同之处，就在于老人在这个老人乐园里面呢，他生活很快乐怎么个快乐呢？每天呢都有给老人家开设课程，老人家喜欢的一些文艺的课程或者手工艺的课程或者是传统文化等等，让老人家也有丰富的精神生活那么常常呢也为老人家举行一些文艺表演那么老人家自己如果有一门手艺或者是一门技术，那么也可以开班呢来教徒弟，老人家他的这些技艺也能够有传人这也是让老人开心的事情，老有所用嘛那么如果是像传统文化这方面造诣比较深的，就请老人家出来讲课可以呢有一个摄影棚为老人家录制这些课程制成这些光盘可以免费的赠送给学校或者是家庭作为一种义务的社会教育，这些伦理道德的教育老人家可以把他们的心得跟年轻一代人分享那么在老人家老人院服务的这些员工他们都要受《弟子规》的培训，真正升起那种对老人的孝顺心、恭敬心，伺候老人如同伺候自己的父母一样所以老人在这里面不会感觉到孤独寂寞，因为什么呢？来每天照顾他生活的人都是他的孝子贤孙每天都生活在丰富多彩的生活里面那么他会感觉到越老越快乐不仅是老有所养也是老有所乐那么这些都是对老人的照顾要体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敬老爱老的精神这就是冬则温夏则静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能够爱护老人恭敬老人到我们老的时候也能有年轻人来爱护我们恭敬我们古人讲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所以真正以一颗孝心对待老人，这个孝心
就会结出丰硕的福德之果。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条：晨则省，昏则定。那么这是讲的是第七章和第八章事情了。字面上的意思呢，就说早晨起来要向父母问早安那么晚上睡觉之前呢，这个为父母铺好床枕被褥，那个陪伴呢父母，让父母能够这个在安定当中入睡。那么这些生活的小事处处都是体现着儿女那种孝心那种知恩报恩的心要想想我们小的时候还是婴儿，在襁褓中是谁日夜的来照顾我们关怀我们呢只有父母是这么做。我们晚上可能会大吵大闹不断的啼哭，甚至会尿床把这床铺都尿湿了也是父母这无微不至的来呵护我们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所以人到了三岁才可以说真正脱离父母的怀抱所以父母的这些恩德确实是比山还高比海还深那么当我们的父母年长了老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父母进行回馈呢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呢所以这晨则省，昏则定就是我们作为为人子应尽的这一份心呢。在周朝周文王他就是这么做的。他在侍奉自己的父亲的时候是处处都非常的体贴。每天都三次到父亲那里问安。当问到父亲如果是身体还不错那么文王呢都会心里很放心。如果父亲身体不适，文王心里就很忧虑就一定要在父亲那里照顾甚至晚上睡觉都衣不解带一直到父亲的身体好转以后文王的心才安下来这是著名的历史上讲的文王三省可见的文王之所以被孔子誉为是圣人他确实有那种纯孝的圣德。那么这些事情虽然都是很小但是能够这么坚持做的人他就有难能可贵的品德了
只要我们细心呢，去体会父母的生活的需要，其实处处啊，我们都有这个机会呀、啊，来回报父母。我在美国和澳洲都是跟母亲一起、啊、居住，那么常常呢，我也会发现呢，母亲晚上睡觉之前呢、是最喜欢呢我在她旁边呢跟她说一会儿话这个说的话嘛，话题并不重要反正呢随便的聊天可能是聊一天下来自己在工作单位上有什么见闻呢 遇到什么人什么事或者是自己学习传统文化有些什么样的心得体会反正呢天南地北都聊得很多。聊着聊着呢就发现呢我母亲呢这眼皮就耷了下去就睡着了。就看见他睡着之后的那种脸庞还露着一丝微笑。所以我们想到母亲她入睡啊这么安稳了、晚上一定会做个好梦。所以呢就静悄悄的蹑手蹑脚的离开。那么所以呀、这个晨则醒啊昏则定啊。我们如果有这份心其实做起来并不难。而能这么做的不知不觉就在积累自己的厚德。那么这句话引申的意思就是要常常懂得安慰父母。父母假如有不顺心的时候或者心里面有烦恼有忧虑的时候，那我们要常常懂得开导父母让父母的精神愉快而开导父母最重要的就是用传统文化因为中华古圣先贤他们都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人他们并不一定是很富裕但是他们确实做到了像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喜悦无比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常常用这些传统伦理道德修养的这些教诲跟父母分享也能够让父母心开意解很多时候这个忧虑烦恼都是自己心里面在的自设障碍那么只要我们想开了就没有烦恼所以烦恼都是自己找的那么我们学了文化传统文化帮助父母也在精神灵性上提升这也叫做尽孝所以孝顺父母不仅是说供养父母一点钱一点物质给父母好吃好穿那叫供养父母之身那不能够叫尽孝因为父母有好吃有好穿未必快乐特别是富裕人家的父母越有钱的你看他的脸色
啊，是越苦恼啊。所以呀，真正让父母快乐的，那是呢，帮助父母在精神灵性上提升。那我们自己要努力学习，然后啊，把所学的啊跟父母分享啊，这叫孝养父母之心呢。啊，让他心开呀，意解啊，这叫快乐。那么再上一层，孝养父母之智，父母对我们期望啊，我们要努力的去实现。那么假如父母对我没什么期望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啊吊儿郎当啊，这个随随便便这么过日子呢？不能够啊。父母如果对我们没志向啊，我们也应该帮助父母立志向啊。可能父母并没有学过很多传统文化，我们学习了以后，我们也要启发父母啊，立志啊，自己立志啊，做圣贤。那么启发父母啊，也立志做圣贤啊。那父母如果说：“哎呀，我都老了，还做什么圣贤呢？”那不能这么说。圣贤跟凡俗之人呢，有什么区别呢？就在于存心不同啊，不是在年龄不同啊。圣贤的存心呢，是为天下人着想。绝不为自己呀。那么凡俗之人呢，都是自私自利啊，所以凡俗自私自利的结果总是患得患失啊，他没有快乐。那么圣贤人没有得失啊，起心动念呢，都是天下为公啊，他得大快乐了，那种快乐绝对不是我们凡俗啊啊这个私心能够啊体会得到的。那我们也应该啊帮助父母啊这么去做啊，那么自己做好榜样啊，让父母看到了，那才是真正的欢喜。啊，所以呀，要做圣贤啊，那我们还得从这小事开始做啊。晨则省，昏则定啊，不能说哎呀小事无所谓啊，只要做大事就好了。要知道，大事能做大事的这种啊品德能力，都是从很多小事当中啊培养成的啊。老子曾经告诉我们了：“九成之台，起于垒土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这是告诉你，起高楼大厦怎么起的啊？一点点、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啊，一沙一石这么积累起来的。啊，你要走千里之行，还得一步一步的迈啊，啊，不能够啊，一下就跳过去啊，啊，所以要做大事，就得先从小事上啊训练，要养成大德，就得在这个啊小的行为上啊去培养。古人讲：“勿以善小而不为呀，啊，勿以恶小而为之。”啊，就是这个道理呀。
好，下面我们再看，底下两句，出必告，反必面。这个告字，古音读故，那么这个告啊，就是报告的意思，就是讲的是儿女啊，要出家门了，必定要先向父母禀告一声，说爸爸妈妈，我走了。我要上学去了，或者我要上班去了，我要去探亲访客，总要知照一下父母，那么最好呢，事先呢，要跟父母打好招呼，征得父母的同意，父母批准了，我们呢，才出去，那么这些都是必要的礼貌，那么反必面就是回到家里了，必定呢先跟父母报告我回来了，让父母呢看得到我，那么他的心呢也就安了。那么这些行为都是体现出一个孝子啊。心里常常存着父母因为心里存着父母所以他必然就出必告反必面那么如果心里面呢把父母忘了，这很可能呢这些细节他也就忽略了这个出门他就会忘记跟父母打招呼父母也不知道他上哪了，等了很久也没有音信，在家里非常担忧那么回到家里也不吭一声可能呢自己就到了这个房间里面，关上门来，父母都不知道你回来那么等你一出来，反而把父母吓一跳所以这一句话我们要体会的。它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对父母要常常记在心里常常有一颗安慰父母，让父母安心的这个意念那么我们现在的社会儿女长大了往往会离开父母或者是出去外面读书考大学，上大学了或者是出国留学，或者是呢工作要到外地去或者是出差等等。要知道父母总都是惦记儿女的所以呢我们呢常常呢要跟父母有一个信息像打一个电话或者是写封信呢那么这都是保持联络让父母呢心安。我记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远渡重洋那我又是独生子，那么父母呢在广州那么他们肯定都记挂着我这一个独生子那我自己也就每个礼拜给父母打电话每两个礼拜必定要求自己给父母写一封长信这个很多时间呢就花在煲电话粥写长信这写信起来洋洋洒洒一写就是五六页，都是告诉我们留学当中的一些生活情况老师同学因为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
这个可以说是无话不说。那父母每次接到电话，每次收到信，都是非常欢喜的啊，这我们都能够体会得出来啊。有时候啊，妈妈很高兴啊，她会呢把我好几封信呢、啊、里面的内容啊摘抄出一些重点出来啊，然后呢还写一些评论啊，然后把这个啊这封信呢、啊、寄到美国给我啊，让我自己看到啊，我自己这个心里是怎么想的啊，然后妈妈是怎么评论的啊，就这样子啊，就很多的问题啊，母子之间呢、啊、进行沟通啊，那么我自己也从中啊获得很多的利益，确实啊感到啊，古人说得好啊，家有一老啊，人有一宝，老人确实是我们的宝啊，他们的人生经验啊，智慧啊，给我们来指导，就让我们避免了很多的弯路啊。那么在美国留学期间呢，留学生里面呢会有一句风凉话啊，那都是那个说出来的那种啊，大家啊闲聊的话啊，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啊，就是出外面留学的人啊，第一年看起来土里土气的啊，结果第二年呢就洋气起来了啊，融入了西方社会了啊，第三年呢连他在国内的爹娘都忘了啊，那我们也见到很多这样的留学生。那么过几年你去看他，他有没有得到幸福呢？没有啊，因为呀，他为人处事啊，都是用功利的思想啊，交友也是功利的思想啊。那么有利益的，他才会去做。他才会去交往，没有利益的，连爹娘都忘了。你想想，这样的人会有真心的朋友吗？会有真心的帮助他的人吗？即使是跟他一起结了婚的，这个先生太太啊，也不一定啊，跟他这个以真心交往啊，所以啊，他生活在啊烦恼痛苦当中啊，因此啊，这出必告，反必面呢、啊，也是帮助我们修养啊德行啊啊，他这种德行，能够让我们的学业事业啊顺利啊。那么这个出必告反必面呢，不仅用在父母，在工作里面啊，应也用在领导啊。像在单位里面工作，这个对领导啊，我们应该常常做汇报啊，因为领导他可能因为很忙啊，不一定啊样样事情啊都会跟啊，那我们如果了解情况了，有这个机会要多向领导啊报告啊，请示工作，这也是对领导的忠诚啊。那么这个忠心也是从孝心里面发展起来的啊，我们跟领导请示报告啊，忠诚于领导，这个并不是为了讨好领导，不是
光为了自己呀、升官啊、涨工资，不是。真正这是一个本分呢、这应该这么做的，做人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向领导负责啊，向单位团体负责，向国家人民负责啊。所以能够这样子做，那我们可以想到啊，在单位里面一定是上下和睦啊，所谓军人臣忠啊，领导一定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下属啊，自然对下属很仁慈，那么下属呢也对领导啊很忠诚，彼此之间呢互相都以道义相交啊，真正啊这个单位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啊，像公司啊，如果是面临有危机的话，员工也不会呀、舍弃领导，这都是一种忠义呀。那么不仅是君臣关系啊，用这个出必告反必面呢、可以能够做得好，即使是跟朋友之间啊，跟同事，跟一切人之间啊，这种多交流啊，多沟通，都是帮助啊处理好关系的啊。那么人如果啊常常呢能够跟别人沟通交流，那么别人对我自己的这种猜忌呀、怀疑呀、也就少了。那么人如此，团体也如此。那么宗教之间也如此，党派之间也如此，国家之间也如此。所以这条啊是通的呀。你比如说宗教与宗教之间，很多的矛盾冲突都是因为互相不了解呀、我这个教说你那个教是是那个魔教啊，你信的那个神是假的啊，那我这个教又诋毁你这个教，那互相都不了解，互相都在诋毁啊。其实如果一沟通，哎呀，宗教讲的都是劝人为善嘛，都是讲伦理道德嘛，何必互相诋毁呢？那这个党派之间国家之间、种族之间也是这样的，只要多沟通、多交流多互相访问那么很多的误会、很多的这个猜忌呀、就能够化解那么只要能够互相建立信任，这个合作起来就很容易了彼此信任的基础上，互助合作、共从共荣这是和谐社会呀。所以你看看《弟子规》每一条里面这个学问，只要能够融会贯通真的你处理当今社会任何的事情都能够处理得好好，请看下面第十一、第十二条，居有常，业无变。这个居有常讲的是我们居住的地方要固定就不要老搬家为什么不要老搬家呢因为老搬家的人心不定这个我在美国
很多朋友啊都告诉我啊，说他呀最怕就是搬家啊。为什么呢？因为啊搬起家来呀、啊、人呐、啊、真的是累得脱一层皮啊。这个一搬家那肯定是搬到很远的距离啊，这中间的那种啊那个啊包装啊啊清扫啊啊卖房子买房子啊啊这一些事情真的让人啊很费啊心力啊。那么很多的时间都被啊浪费掉啊。那么如果是父母啊年纪老了更不能够随便搬家啊，因为老人家呀经不起折腾了。如果是啊上了年纪的啊，往往是一折腾可能啊人命就没了啊，所以家不能老动啊。啊，人静下来的时候这能生福啊，能够生智慧啊。那么我们求学的人也要懂得居有常的道理啊，居住的地方不用求好啊，啊，不要求说啊十全十美，只要有一个小房子住啊，能够啊这个打扫起来也很方便很容易啊，那我们的时间呢可以节省下来。用在我们的学业道业上面啊，那这样子好啊，这心比较容易集中啊。我自己可以说啊在学术上啊有一点点成绩，很大一部分呢得力于居有常啊。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啊，大学啊，博士毕业了，到美国德州大学教书。啊，那么当时在大学的附近呢，租了一个小公寓，啊，跟我妈妈一起住。啊，我妈妈也很主张啊，啊，住小房子，啊，因为住大房子住得很累呀，啊，打扫起来呀，那真的是费功夫。啊，如果自己打扫不了，还要请人，那也很麻烦。还要费钱啊，小房子啊，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就能够把它整理得很干净啊。所以三年很多人劝我们啊，为什么不买个房子呢？啊，租房子房租很贵呀，啊，而且租下来啊十几二十年那个房子还不是你的啊，你要买了房子嘛，你这个贷款你还这个啊，利息啊，其实跟你租金也差不了很多。那为什么不买个房子呢？啊，都这么劝我们。啊，当时啊，我们就觉得没功夫。啊，所以呢，心不在这种啊，啊，这个生活方面呢、啊，去浪费时间。啊，全心全意专注在自己的学业工作方面。所以工作呢，啊，成绩也很突出，啊，在美国也好，啊，在澳洲也好，我的那个学术成就啊，都是在整个商学院里面最好的，啊，虽然年纪是最小，但是啊，出产的这些论文，啊，数量和质量啊，都是在学院里面最高的。所以啊，这居有常不仅说可以让我们不浪费时间啊，而且帮助我们呢、啊、心安定。安定的心可以啊让我们生智慧啊。大学里面呢、啊、就说呀啊，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
啊，虑而后能得啊。啊，就是我们懂得知止。知止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放得下。啊，你说那个房子很贵啊，那我们就租嘛。啊，你说这个租房子不合算也没关系啊，不浪费时间。啊，不在这个经济上面考虑问题呀。啊，在经济上能放得下。这叫知止。啊，人一生啊，目标不可以太多啊，又希望有学术界的成就，又希望同时能赚大钱啊，能够啊房屋上面有省钱啊，种种的这些想法啊，常常会呀、啊、让我们的心呢、啊、不定啊，所以呀、啊、知止了啊，很多事我们就不做了，这就有定了。定了之后心就能安静。啊、安静的心呢、啊、学习呀、啊。啊你就能够啊考虑的周详，你有智慧。啊你这个智慧啊帮助你的成就。啊这德就是最后成就啊。我们凡人呢、啊、一般来说都受环境的影响。所以呀、啊，让我们自己在环境上面呢、啊，自己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帮助我们呢、啊，啊，学业能够长进，啊。那么居有常，在古代啊，他们都做得非常好。你看古人。造一个老屋啊，一个房子造好了，可能是四代五代人都居住在里面啊，都不动啊啊，所以不动他的家业能够兴旺啊，老动的那个气呀、啊、就不稳了。那么引申的一个意思，居有常也可以解释为我们起居啊，我们的生活作息要有规律啊。这个一个人呢、啊、生活起居规律啊，他就能够健康啊。我们所谓的早起早睡啊，这是健康的一个重要前提呀、啊。中医啊，很多中医啊都强调晚上啊这九点钟以后，这个人啊这一天呢好像进入了冬天了啊，这一天也有春夏秋冬啊啊，晚上九点钟以后进入冬眠的状态啊，晚上九点到第二天早上三点，这是应该睡觉的时候啊，冬天的啊，三点啊到九点，这早晨呢、啊，这一段是春天啊，春要发了，这个时候应该起床了啊。九点啊到这个下午三点，这一段时间呢是人一天的夏季啊，夏季是最旺盛的啊，精力饱满的时候啊。这时候工作效率会很高啊，当然中午我们说盛夏的时候，中午啊这个午时啊，十一点到下午一点了，这段时间午时，那如果能够休息个半小时一小时，这能够保养我们一天的元气啊。那么下午三点到九点，这是一人一天的秋天啊，慢慢的收场啊，所以一天之内有春夏秋冬啊啊，就像四时寒暑啊，我们要循着天时而作息，这叫有常啊啊。这种人往往啊他能够长久
生活能够早起早睡呀、规律的人，你看他的脸色都很好，他有阳气，他的生活跟天时是同步的，那么如果是起居无常的，生活没有规律的，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你看这个人的脸色总是灰暗，或者是枯黄，为什么呢？脸上没有阳气了，他不能够与天同步啊，这个对身体不好，对身体不好，这也是不孝，弟子规这后面就讲到，身有伤啊，贻亲忧啊。那父母都很忧虑，所以在清朝曾国藩先生，他曾经教训自己的子弟，他说人必须要早起看一个家庭能不能够兴旺的，其中看一条什么呢？这个家庭的子弟能不能早起？早起的家族，他有兴旺之象。那么我记得我在从小的时候母亲就对我生活作息方面有严格要求。人嘛，总是有一种惰性，早上要起床的时候总想赖赖床，特别是冬天被窝里很暖和，不想起床这个时候呢，母亲很早天没亮把我叫起来，起来呢，洗漱一下，读读书，然后出去外面呢，锻炼身体，这锻炼身体等到那个天已经亮了以后，这太阳已经升起来，这个时候出去锻炼了。吸收阳气这样锻炼一下不用很剧烈但是呢你这个精神提起来你吸收外面的那种阳气你那个好的空气，这一生这一天呢都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所以晚上都早睡觉。我母亲她身体也很不错，精力也很饱满说话那个声音也很洪亮她一生就得力于这个早起早睡和有规律的作息锻炼身体这个好处那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在广州华师附中，那时候我们是住校的，住校的生活确实是很有规律的生活，早上必定是铃声较早然后呢，组织出去操场做体操跑步锻炼身体，白天学习。中午有短时间的午休，下午有锻炼身体的时间，然后晚上呢，必定10点前熄灯睡觉，这些都是帮孩子养成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那我这种习惯呢，一直保持到现在，真的，一个好习惯的养成让我们终身受益所以居有常这个常是要恒常规律才能恒常。易经上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他的
这个生活行为都要效仿天呢。那么天的运作非常有规律，你看日月星辰啊，四时寒暑都非常有规律啊，一点都不会紊乱。那么君子的生活行持也应该呀、像这些啊日月星辰四时寒暑一样啊，做自强不息呀、所谓持之以恒啊，恒常，这才是中庸的思想啊。那么中庸啊，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中就是不偏不倚啊，行中道，不激进啊。像我们要啊，把学业搞好，或者把事业搞好，那不是靠突击的啊，要有一个啊这个规律的作息，时间久了，自然成绩就出来了啊。这个庸就是长久啊，因为行中道啊，他才能够持之以恒啊。所以像我们过去中学，那是广东省重点中学，它的高考率啊，每年都是广东省最好的啊。那么它为什么有这么样的成绩呢？我看来啊，至少50%以上啊，是因为这个中学有很好的作息啊，生活作息，所以培养出来的孩子啊，那都是啊有很好的身体，有很好的啊能力。所以这样子啊叫做持之以恒啊，欲速则不达呀。想要突击猛进的啊，很多孩子啊要考试之前啊，所谓开夜车啊，打着这个电筒啊，在床上还看书啊。那么这种啊激进的态度往往啊不能够啊得到成功啊，反而把身体搞坏了。下面讲的业无变呢，这个业讲我们的职业啊，讲我们的事业啊，事业不能够啊变化啊。我们一生啊要立定一个志向啊，这个选择好了这个事业啊，只要是正确的，我们呢终身不改，那么决定能够在这个事业上面呢得到大成就啊。因为你心专注啊，专注的人呢他出的成绩就高啊，就快了。那么我们看到啊，现代人人心都很浮躁啊，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啊，就是人老跳槽啊，这个找到一份工作啊，做没两天啊就不喜欢了，就换掉了，又到了另外一个单位工作啊，一年恐怕换上好几次。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的心怎么能安定呢？他怎么能够学到真实的学问呢？所以我们讲啊，人呢、要有个专业啊，专业是你要专才能够出业绩啊，老变化就没有办法出成绩啊，换来换去啊，到最后把这一生的光阴呢、都浪费掉啊。那么当然我们选择职业事业这就非常重要了啊，因为
如果选择一个很好的职业，我们能够一生不改变，我们在这个事业上、职业上能够啊做出突出啊优秀的成绩，能够为人类呀做出很大的贡献。那么如果选错行业了，那就麻烦了。所以俗话都讲嘛，男怕入错行啊，女怕嫁错郎啊。这个男人啊，选择行业就跟女人选择丈夫一样啊，不能选错啊，选错了就很多麻烦事啊。那么选择的行业啊，那我们要懂得啊，有个标准啊，标准就是用道德作为标准。那我们前面讲过，道，这是宇宙的本体啊，我们没有办法啊那么容易体悟，那就从德上体悟啊。所以呢，循着这个德的啊这些事业，我们去做，帮助我们呐见道。所以那些不好的事业，像这些杀盗淫妄，那些行当啊，不能去选择。杀，这不仅是说杀人呢，杀动物都不能去做，因为呢，杀动物啊，把自己的慈悲心、自己的爱心，我们说跟着天地万物啊，一体的心呢，把它破坏了。所以儒家不主张啊杀生，也不提倡啊随便吃肉。孟子都说70以后才吃肉那么偷盗的这些事情啊，也确实现在来很多。像比如说，那个侵占版权的行业，生产那些那个没有版权的音像产品，这个就是没有得到版权授予的音像产品，盗版了，那么或者是偷税漏税。那么这一些行当都不能做，那么这个邪淫的行当呢，更不能做了，那么还有一些妄语的，说大话骗人的，比如说那些欺骗消费者利益的广告，或者是生产那些不真实的伪劣产品。这通通都是造恶那么这些行业决定不要选择那么这个如果这个公司要做这些行业，我们不要去参与参与进去没好处那么即使是选择了正当的行业，我们也要常常检点，要奉公守法。不能有一种私心有私心往往就会利用自己的行业来损害别人的利益，而中饱私囊比如说一个律师，他的行业应该是匡扶正义应该是让这个法律得到那个公平对一切的这些人有一种公平维护是公平法律如果是律师呢，他为了自己
得到一些诉讼费，而啊，去故意呀、啊，啊，这个怂恿人家去诉讼，那么这种心态叫做唯利是图。啊，又比如说一个医生，啊，这是个正当行业，救死扶伤了，啊，这是无量功德的。假如说为了推销一个很好的药品，啊，而去啊故意呀、啊、开一些啊给病人开一些很贵的药，啊，而自己从中得到回扣，这就叫做伤天害理呀、啊！啊，甚至听说有的医生啊，比如说做外科手术的啊，一个肿瘤本来可以一次切除干净的，啊，他偏偏呐、啊，啊，要分好几次来进行切除，啊，让病人呐、啊，经过好几次的手术啊，经历其实痛苦。那么每次手术嘛，必定有很多的这个啊收费嘛，所以呀、啊，这一种行径啊，真叫做谋财害命了。啊，所以种种的行业我们都要晓得啊，这个行业我们要啊秉着一个公心去做，不要为自己的私利啊。又比如说啊，一些媒体啊，媒体的职能啊，应该是为社会大众啊，啊，宣传真善美的这些理念的，啊，把好的节目啊放出来给社会公众啊，让大家能够升起啊伦理道德的心，啊，升起正念。那现在我们看到媒体里面呢，很多啊节目啊都是很污染啊很肮脏的节目啊，用这些节目啊来挣广告费啊，来所谓啊提升啊这个收视率。那么这些呢节目往往让人起邪思起邪念，这些节目不好啊，啊，那都是把正当的、啊神圣的行业、啊、给污染了啊。所以这一句业无变呢、啊，要讲起来啊，意思是很多的啊。那么，说到啊，我们自己呀、啊，要求学啊，这个业无变呢、啊，就是我们选择一门专业啊，选择恰当了以后，就要懂得、啊、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这样你必定会在这一个学问上面呢、啊、得到成就。我们看到很多的科学家啊，他们都是啊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上啊几十年的去下功夫，所以有相当的成就啊。那么每一个啊行业里面啊，这个不管是文艺界的啊，文学界的啊，这个啊，乃至包括啊市农工商啊，样每一个行业里头都能够出状元，而这个出状元有成就的秘诀就在于他的专啊，他是一门的深入啊，他就成为专家了啊。所以我在昆士兰大学，我带两个博士生啊，我带博士呢啊，我的要求会很高啊，我
啊，不像很多老师啊，带很多博士，啊，甚至有时候啊，一个老师带的几十个博士，啊，那个博士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啊，他怎么能够很好的指导呢？啊，那我带博士只带两个，那么我的要求很，水准很高，啊，我告诉他们，你跟我学一定啊。啊，要这个老老实实，啊，不要求快，啊，不要求新，要脚踏实地的去学习。啊，那我跟其他老师不一样，所以呢，能够接受我的理念的人不多。啊，那么像这博士们，他们选择课题，啊，那做老师的为博士生啊选择一个研究课题以后。基本上啊，那么剩下的工作让博士生自己去干，老师呢在旁边呢给他指点，啊，所以我告诉他，啊，你读的这些论文，啊，这些书目，那么是我指点给你的，啊，你就去看，啊，那么每一篇论文要求你看10遍。整个这个论文呢，你要非常的熟啊，烂熟于心中。像我们的金融领域的论文啊，是常常啊都是比较深的，而且呢需要用很多啊数据啊建这些数学的模型啊进行运算来求证啊。那我要求学生啊，你把这篇论文读懂，而且读通。啊，通到什么程度呢？给你这个同样的数据，你自己就能做出来。啊，你能够完全呢，啊，重复这个论文里面的啊试验。啊，读到这个程度了，那才能够算呢，啊毕业，啊，然后你才能看第二篇论文。啊，所以规定给他们看的论文并不多，但是都是这个领域里面的。啊，中心的、主要的啊，这些论文，啊，他们都能够看通了，这一通百通啊，啊，学术领域里面的研究，其实啊，并不是很困难，啊，只要我们能通一门，其他呢，这些题目啊，是触类旁通，啊，所以这两个同学。啊，他们呢能够这么做，啊，这个成就也不错，啊，这个写的论文呢，啊，写的也很不错，啊，所以这些都是啊，要懂得古圣先贤教给我们的，啊，这个方法，你学起来就快。那，啊，在《三字经》里面呢，就讲到。教之道，贵以专。这教和学的方法是什么呢？贵以专。啊，你能够啊，专注于一门，啊，那么成就就大了。那么学习传统文化、古圣先贤呢，这教育啊，也是关键在贵以专。啊。像我们的老师，啊，净空老教授，啊，他们，啊，他要求这些，啊，跟他的学生，就是用这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个理念，啊，我们首先呢要扎好德行的根，啊，德行的根，最起码的把《弟子规》100%落实。那中华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啊，这儒的根在《弟子规》，道的根在《太上感应篇》，佛的根在《十善业道经》，啊，这三个根都扎稳了，然后你选择一门，啊，这一门可以是任何一部经典，啊，比如说《论语》。
论语你就十年用功。那怎么个学法呢？就是讲这部论语。你这个参考资料你可以自己看。然后去讲，边讲边悟。然后边用到自己的生活。那么一部论语大概讲下来，如果每天讲个半小时吧，到一个小时，这等于你的心得报告。那么大概4个月你能讲下来，然后讲完了之后再重新讲，那么1年可以讲3遍，10年讲30遍，讲30遍以后啊，那么你也可以成为《论语》的专家了。世界上没几个人能够像你这样对《论语》这么融会贯通的了。当然我们讲也可以旁听别人的科目。那么比如说我学《论语》他呢他可能学《礼记》那我可以旁听他的课。把他讲的这些思路我们拿来做参考，融汇到我讲的这篇《论语》里面，这样子融会贯通既能够深入，又能够博学。这是我们老师为我们提倡的古圣先贤的教学方法。好，下面看第13句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那么这一句话的表面上意思就是说，为人子哪怕是小事都应该常常去请示父母。不能够擅自做主张自己去做。如果自己擅自做主往往呢可能把事情做坏了这对不起父母。那么对不起父母这为人子之道就亏损了。那么这是告诉我们不能够增长自己的那种主观意识的那种想法。对于父母我们要常常进行报告请示。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观意识往往不成熟容易造成这个不好的不良的后果那么当我们能够培养出这样一种处处以父母为重以大局为重，顾及到父母，顾及到大局的心而不是只主观任意这个凭着自己的任性爱好而去做主。那么这种心我们慢慢的修养这叫孝心。如果是常常自作主张，就很容易任着自己的一己之私为着自己的名闻利养自私自利的企图，而不顾父母不顾他人，那就失掉了孝道了那么父母如此我们对待父母应该这样，对待老师也是这样子老师教诲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
不要擅自啊违背老师的教诲。那这也是啊这条函的意思。那我们想到啊，父母跟老师都希望啊我们成才，啊，都希望我们做一个有德啊有学的人。啊，哪一个父母哪一个老师希望自己的子弟将来成一个杀人犯呢？啊，哪一个父母老师希望自己子弟将来会坐监牢狱呢？啊，不会的。啊，所以呀，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想到，我这么做有没有亏欠道德。如果亏欠了道德啊，就亏欠了父母啊，就对不住老师了。啊，虽然事情再小，啊，我们也要谨慎。啊，孔子的弟子颜回，啊，这是孔子啊最赞叹的学生，他一生就奉持四悟啊，这是他的四条戒。啊，所谓非礼啊勿视，啊，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么这四句就讲了，凡是不符合礼义规范的啊，不道德的行为，我们不能去看啊，不能去听，不能去说，更不能去做啊。那么这些事情啊，哪怕是再小的事啊，再细微的事，我们都要处处依礼行事。那么这是啊在日常生活中啊培养自己的羞耻功夫。啊，如果是平时啊在起心动念呢，升起了私心啊，那么往往啊就会呀把自己的那个良心呢给覆盖啊，所做的事情可能是循着自己的欲望啊，而亏欠了天理。所以事情虽小啊，不能不重视啊，小事不注意啊，积累起来，这将会啊造成对道德的大的亏损啊。那么下面这一句讲，物虽小啊，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那么这句是讲做儿女啊，不应该私藏物品啊，因为在没有长成人的时候啊，要晓得自己身从何来，那父母所生的呀，啊，跟父母是一体的呀，所以我的东西就是父母的东西，怎么可以呀私藏呢？啊，这个关键呢是个私字。啊，有这个私心藏匿东西啊，背着父母啊，不让父母知道。那么当父母真正发觉了，他心就会很伤了。啊，他所伤的不是说你把那个东西拿走了，他那个东西并不是值得稀罕的。关键是啊，你那个孝心已经被你这一己之私啊破坏了。这是父母亲
难受难过的地方啊。啊，所以呀，处处如果都有啊，跟父母一体的这种观念，那就不会呀，有这种私心要藏匿自己的东西。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那父母呢很注重啊，这个我孝方面的这个行为。像过这个逢年过节，啊，大人们呢通常都给我们小孩子一些压岁钱，啊，那我们呢，这个小朋友啊，拿着压岁钱呢，啊，一般来说呢，这个都不会自己藏匿啊，不会自己要，而把这个钱呢，啊，去交给父母，啊，那么这个时候父母啊，他一定会收下来，啊，因为什么呢？如果父母说：“哎呀，你这钱自己留着用吧，将来你可以自己使用。”啊，那么孩子呢，久而久之会养成：“哎，这是我的钱，啊，我的钱呢，啊，这是我自己用的。”啊，那个私心呢，就逐渐在增长了。啊，所以父母啊，在这个时候啊，要有一种教育意识。啊，孩子童真，啊，刚初这个，啊，第一个行为啊，他把钱交给父母的时候，他里面没有私心，啊，这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啊，如果是父母不懂，啊，让自己孩子啊，去存私钱，啊，慢慢就把他的私心呢，就培养起来了，啊，当这个私心越来越重的时候，可能就为了自己的私利呀，而置父母于不顾，所以这些细节的问题呀，都要很注意。啊，所以我到啊，这个长大成人了啊，工作了啊，我自己的钱都跟我母亲呢同一个账号啊，所有的工资入到我们两个人的账上来啊，绝没有自己的私财啊，到现在都没有私财啊，我的钱通通是父母的钱。啊，父母生我养我这么大，那个恩德报都报不完了，啊，怎么还能够跟父母计较呢？啊，藏匿自己的私财呢？啊，所以呀，自然出来工作了，这个赡养父母、赡养老人，啊，我们觉得这个很自然的一种行为。本来应该这么做的，所以啊，圣贤人教诲我们呢，这一句关键是要断我们的私心呢，啊，私心要断，从孩子那里要下手，啊，不是说这个物不准你藏，而是不准你私藏，啊，如果你要藏物，不是为了私，你是为了公，为了父母，那没什么关系啊。像这个古时候啊，东汉时期，啊，有一个孩子叫陆机啊，这个小孩啊，从小就很孝顺啊。有一天呢，6岁的时候啊，当时在江西呀，啊，九江的太守啊，袁术，请这个孩子啊一起来吃饭。那么吃饭的时候呢，就看到啊，这个陆机偷偷啊把这个桌面上的橘子啊这个藏到自己的衣袋里面。这个在孩子啊吃完饭告辞的时候，
这个橘子啊就滚了出来。啊，那么这个太守啊就批评他了。啊，孩子啊，你这么小啊，为什么要私藏物品呢？那这个时候陆机就跟太守说，那么请太守息怒啊，您给我的这个橘子实在是非常好吃啊，所以呢我想啊拿个橘子回去供养我的母亲啊，让她也品尝一下啊，分享一下太守你这个橘子啊它这个甘美呀。啊，所以太守听了之后啊就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的赞叹他啊，有孝心呐。这是历史上著名的陆机怀橘。啊，所以他的私藏不是用私心的。啊，真正以孝心这个藏这个物品啊，反而成为了历史的美谈了。啊，所以断的是这个私欲啊。啊，所以物虽然小，但是啊，如果是私心而藏，一定要把它断掉。啊，不断将来引发的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了。啊，像美国啊，前不久的啊，看有个消息啊，摩根斯丹利，著名的一个投资银行，一位华裔女总裁啊，跟她的先生一起啊，进行公司的内幕股票交易啊，非法盈利了60万美金，结果呢被查出来了啊，剥夺了他的工作啊，把他送进了监牢狱，坐牢18个月。同时给罚他一笔很重的罚款，啊，让他真的是身败名裂，倾家荡产，啊，这是因为一念私心呐，啊，这个女副总裁哪里会不知道内幕交易是违法行为呢？啊，这是知法犯法。啊，本来有这么好的工作啊，这个一个投资银行的女副总裁，那个工资相当高啊。啊，本来可以用这个钱好好的赡养父母，啊，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一念徇私，就违背了天理呀，堕入了人欲啊。啊，这事情是从小啊就没有在这方面扎下很好的根基啊，造成啊日后的这个后果啊。所以老子说呀，合抱之木啊，生于毫末啊，可能啊这个啊参天的大树啊，这个大家都抱不过来的大树，它都是从那个毫末啊那个小粒的种子那里开始长成的啊。所以你看，从小如果啊有私心，没有把它断干净，将来可能酿成啊苦果。那么我们常常听到啊，这个西方世界的企业界、金融界的丑闻啊，像著名的一个啊经济金融丑闻呐，就是美国一个啊辉煌一时的能源巨头公司啊，是安然公司 Enron。啊，它是美国第七大企业，结果在2001年呢，因为
这个企业的财务欺诈行为啊败露了，而最终破产了啊，这引起啊美国金融界的动荡啊，上万名的美国员工啊失去了工作啊，失去了他们退休金啊，当时整个股市啊那种受到震撼了，数十亿的美元呐、啊，也付之东流啊！啊，那么这都是因为公司的主要的啊领导啊，这个欺诈在财务上欺诈造成的啊。那么你看看啊，这公司里的三大要犯啊都没有好下场啊。啊，这个安然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前 CEO 啊，首席执行官啊，这个肯尼士莱，他听到啊知道了自己的这个欺诈行为啊曝光以后啊，这个法院呢、啊、给他判决45年的监禁，结果呢，他自己呀、啊，不久之后就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啊，这个另外一位啊前首席执行官，这个杰弗瑞·斯基林，啊，他是对这个公司破产呐、啊，这个金融丑闻呐、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那么法院判处他275年的有期徒刑。啊，那么另外一位啊，副总裁啊，约翰巴克斯特啊，听到啊公司破产的这个消息以后啊，自己啊饮弹自尽啊，在自己汽车里面，人们发现他的尸体的时候。啊，看见他的座位旁边呢，有一个左轮手枪，啊，和一纸遗书，啊，所以啊，贪一时之利呀、啊，最终的果报、啊、都没有好下场。啊，这古人有说啊，取非义之财者，譬如啊，漏釜救饥呀、啊。鸩酒止渴啊，非不占饱啊，死亦即之啊！啊，这个非义之财啊，不能拿呀。为了一己之私而取非义之财，就好像什么呢？漏釜救饥啊，鸩酒止渴啊，那个釜是那个肉。肉放在了屋檐底下呀，啊，那个屋檐的那个雨水呀、啊，滴漏下来，啊，泡在那个肉里面，这个肉啊就腐坏了，那就有毒了，吃了之后啊，人就会死啊，啊，用那种肉来这个啊饱肚子，鸩酒是什么毒酒？用毒酒来止渴，那还没等到你饱啊，死就来了。啊，所以这个物虽小，勿私藏啊，真正帮助我们啊，杜绝这些凄凉的结果发生啊，是很重要的，是根本的伦理道德呀啊。那么现在很多的公司都推出啊所谓的全面品质管理啊，叫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啊 TQM 啊。那现在也发现呢，这个全面品质管理啊已经不能够啊
让这个公司能够永续经营了，要转成什么呢？全面伦理道德管理，就 Total Ethics Management。在这个报纸上登这个1995年呢，英国一家200年的这个历史的银行因为一个职员徇私舞弊，结果导致银行最终倒闭。那么看到台湾也有一家卸任的这个公司董事长把这个公司掏空了携着巨款逃到国外，而让这个公司摇摇欲坠像这一些的案例多得不胜枚举所以这个美国的著名的媒体 CNN 在2002年的夏天做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当中说到71%的受访者认为这个企业的执行官就 CEO 比一般人更缺乏诚实和道德而在欧洲呢，只有21%的人认为公司领导人诚实。换句话说，5个人里面呢，4个人都认为公司领导都是缺德的。你看，这种普遍的意识，大家都认为所谓的公司企业的精英变成了一个高度不道德的人。所以这个全面伦理道德管理现在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一个公司特别是股份公司倒闭了，直接受损的是股东而间接受损的那是社会上的很多的行业很多的老百姓那我自己本身是在商学院教书的教的是教过公司金融我教的是研究生每次上课第一堂课这是简介都介绍公司经营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所有的教科书都讲公司经营的目标是股东的资产市值最大化。换句话说，以挣钱让我们的股票价格上升，这个是目标。这个纯功利的这种行为，最后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正如美国第七大企业安然公司的倒闭英国200年的银行的倒闭这些都是因为功利造成的损害每个公司从上到下，从领导到员工，都是为自己的私利的。那这个公司怎么可能长久所以这种教学一代代的这个 MBA 的学生毕业了他们踏入工商管理界做企业的领导精英，都有这种意识这就很麻烦的事情所以现在应该用全面伦理道德管理叫 TEM Total Ethics Management 提倡真诚领导Authentic Leadership 帮助人重视修养德行
这个在企业界、商业界，能做到啊，见得思义呀，这就行了。不取非义之财，正当的财我们才取，不取不道德，不义之财。那么这些都是从物虽小物思长这里来培养的。那么下面一句《弟子规》上讲：“亲所好，力为具。”那么这一句呢，是讲父母喜欢的东西为人子一定要尽心尽力的去帮助父母来得到。那么父母喜欢的东西很多衣食住行这个样样的东西，我们只要留意就知道父母的喜好我们呢应该帮助父母去得到，去解决那么让父母生欢喜心那么当然大部分的父母他对儿女都没有什么要求的他都希望儿女好，儿女好就是他的要求所以我们真正做到学习好、品德好、身体好那么这些就能够让我们的父母高兴那如果再提升，能够成一个君子，成一个圣贤为这个世界，甚至为后世做出大的贡献，那让父母真正荣显我记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这因为是读的是金融所以呢，自自然然呢就会有一种功利的思想那么虽然呢，我每个月都寄钱回家供养父母但是呢，有一次这第一次从美国探亲回来的时候我也买了不少礼品，但是我就有一桩事情就开始在盘算就想到我在美国剪发这个很贵呀因为剪一次发要12美元回到中国，在广州街边一个理发铺5块钱人民币最多10块钱就能剪到一个很好的发了于是呢，我当时就盘算那我就干脆回家剪吧省点钱所以我就带着很多的行李回家。这一路上从我的学校转机到达拉斯到洛杉矶然后到香港转机转车到广州这个几经辗转路上也费了1天多的时间所以也是风尘仆仆满脸也是尘土加上呢身上这个也有尘土头发又长长的，真的像个小乞丐那么当我叫门的时候妈妈在里面听到了赶紧给我开了门把我呢这个让进家里我进门深深跟我妈妈鞠了个躬说妈妈我回来了然后一抬头呢就看见了我妈妈从头到脚整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满脸的笑容。哎呀，我这心里突然高兴之余很惭愧自己这个头发长长的像个小乞丐，就回来用这副嘴脸来给妈妈看结果妈妈已经给我沏好茶了
啊，让我坐下来跟我讲，啊，说茂生呢，我知道你今天回来，啊，昨天我特地去，探了个访，啊，我们好团圆，啊，一年多没见了，啊，我这一听，心里是非常的惭愧，啊，你看看，我自己的想法跟母亲想法不一样，啊，母亲想着一年多没见儿子了。拿一个好形象出来，啊，让孩子看了之后很高兴啊，很放心啊。而我自己呢，啊，想着这个美国剪发贵呀，中国剪发便宜呀，盘算的都是啊这个利益，而把供养母亲欢喜心忘掉了，啊，所以呀。这个心态就已经把利呀放在了义之上了，啊，该做的没做，这怎么能算是孝呢？啊，所以呀，这很多年轻人现在见到异性朋友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但是回家见父母呢，有没有这个心？所以呀，这个。孝心呐，从这点点滴滴呀，要去养成。好，今天的时间到了啊，那我们呢，先学习到这里啊，有不妥之处，请各位啊朋友啊多多指正，谢谢大家。